他这个，你们今天投的都还蛮踊跃的，这样的，先看一下这个谢的，好了，来谢的。小一些，其实我们玩音乐啊，像他这样自弹自唱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愉快呢，自己最愉快。然后你至于这个其他什么技巧啊各方面呢、啊，以后就是慢慢的去那会体验嘛，再慢慢增长这样。那至于说这个，当然是。你像要插音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最好的方法是帮人家伴奏，帮人家伴奏最好的。如果自弹自唱的时候，毕竟呢、有点设限到这样，所以自己啊有机会，那个如果没有的话，像他这样自弹自唱也是很愉快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自己，你看他现在他也是进步很多、啊。先这样子好了，先他这个不写的不错，他这个不是我刚刚那个太小了，现在就是回到这个现这个他原来记的那个档案又太大，不用拉了更好就对了，现在就这样也可以了。你看啊，重点是我要他这个这首曲子啊，就哆嗦拉咪发哆发嗦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哆嗦拉咪发哆发和弦进行就是蛮不错的，然后哆西拉嗦，那到下面他还写个 slash chord 的那种，就是表示 bass 啊，这个其实交给 bass 弹就对了 ，bass 就弹哆西拉嗦，这个是发咪瑞嗦，所以这个还不错，他这样写，所以我是鼓励同学要写谱这样的，像写的不错，就表示他也懂得这些东西了，好了。我把它关掉了，再不是你怎么可能自己拉呢？因为你们现在所看到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不可能拉的，到你看到的时候，你不可能，你根本动没办法动，拉是我是有是要有我这边的。不行，你
那个哦，你说从那个原来那个已经不太清楚了，这样。换一个人了，换一下子。那今天两个同学啊，这个 Sandy。